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。今天呢，肉眼开箱要来笑什么笑？干嘛那么开心？为什么那么开心？因为很好笑啊。OK OK， 好，今天呢，这个肉眼开箱呢，我们收到的是今天是谁？阿丽丝。这里是阿莎莉，阿丽丝宝贝，这个宝姐的心头肉。那他从哪里带来这个礼物？日本吗？哇，这个所以是远渡重洋。对，他是去日本，然后买那个什么，去任天堂的那个什么专卖店，然后特别买了一些东西，要让之后我们可能就是抽奖给可以使用，对，回馈给肉粉的。然后当然还有里面一些东西是要给我们的。对，我们今天是算是发迷家出巡来开这个项目。卡拉诺，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发迷小弟的脚吗？非常漂亮，美腿啊！好了，那我们就请瑞塔用它很力，这就是那个很力的美工刀吗？就是那个很力的美工刀。但是你看起来，那我压一下，对啊，压一下，这样子真的有力吗？对啊，这个可以吗？它已经十年了吧？啊，你不是说很力的美工刀？你这个两兵千日用在一起，你这个有一点堪忧哎。不是说好十年磨一剑吗？你用十年了，应该我今天忘记带那个啦，那个谁？很力的美工刀。是啊，那个柚子的那个专属美工刀。啊，对啊，人家不是都给你，他真的要叉腰了，我跟你讲。啊，就在我鸡啊。好了啦。好。我有点害怕。A B C mark。这会不会是现金？现金啊，开始你说打开是对，打开謝謝，因为看起来好像。会不会是便利卡？真的。谢谢塑胶袋、啊。我们就是抽这个啦。我打开、啊。我等等，你打开你的。你要想看任天堂，细节满满了。来翻过来。我刚刚看到萨达。有啊，他就是他们专属，就是他们的西斯会。西斯会，那我们就是抽这个给肉粉。对，我们就抽这个，里面的东西是要，里面的东西是要给我们的哈。对，就只有这个是肉粉的。对。哇，是皮卡丘。皮卡丘的那个耶，哇。皮卡，好多，超多的。超绿，超绿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超绿，超绿，想不起来。哇！哦哦，御三家，对，这个，好可爱哦。对啊，是瑞亚台。老板，百八，百八，百八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都是那个卡可梦哎，这是泡面哎，对，超绿，什么味道的？什么味道的？这是那个泡面的，超绿重口味，什么show you 酱油口味的，对，酱油口味，萨克，这个是伊布，这是什么味道的？看不懂，有上面，西夫的海鲜，师傅的口味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会浮在水上。泡澡的玩具，这个，我会泡澡，这个我不上，这个我不上，我泡澡给他看。那我去日本泡温泉的时候，然后可以，你先泡澡，两个颜色，你敢哦？你去日本泡温泉，你敢放这个？你去日本买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不敢，好，等一下出，这个是什么？咖喱咖喱芝士，芝士日本的可乐果哦，是吧？是可乐果，对，这可乐果，这是什么？空松梅，就是那个啦，玉米浓汤。这个是哇，好多它这个超好吃的，是真的送太多了啦。对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就是那个，就是手帕哈，今天到中单三。这我不送哦，这个也不送哦，这我不送哦，这个有中格，一二三。这个好可爱，我要这个，这个，我要中口的那一个，这我不送，我要这个，这不送哦，这好可爱哦，还有三包软糖，这是软糖，没有，超多的，超多软，买一整盒哦，这边有七包软糖，救命，没有，这不是软糖，这是软糖，我有吃过，这个超好吃的，就是我不知道日本人怎么搞的，他们的软糖超好吃的，这个就半，然后它有两个口味。两个口味吧，两个造型是。你是说我们就拆开，然后里面每一颗都一颗就是一个奖品，一颗就是一个奖品，哇！对，一颗就是一个奖品，300万肉粉都有得抽，超赞！还有章鱼跟花枝两种造型，超赞！谢谢阿丽丝，我还叫他不要买太多太多了啦！这样子吃很多软糖，瑞塔教练又要生气了。对啊，这样子真的是我们是不舍得拿出来抽，真的舍不得，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拿出来抽了。分章了，现在分章，我们会后再分章吧，会后再分章吧。这个影片给在影片上分章，对，这太明显了吧？好，感谢阿丽丝，感谢阿丽丝，谢谢各位，肉眼开箱，今天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